关键性的一战已经来临，我们大家要一起站出来，保护高雄，守护韩国瑜市长。这次的罢免日当天，我们急需外间志工，希望大家可以点进连结，一起报名。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一起维护这一次选举的公平与正义。我们不能再退缩了，我们要一起站出来，全力支持韩国瑜。